先是要安装这个底板，我们用这个卡子来进行定位。全盖的话就找到这个全盖的地方，点三个点。然后我们第二步就是装四个配件了，这个滑槽配件用的是这一张卡纸，好，对齐上来，然后这个地方就顶住这个顶板，啊，或者说是承板，它也是画两个点。然后这个东西装的时候注意这个朝向，这边有个开口要朝向铰链这一边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OT 的主体先装上来了。首先第一步就是把这个锁扣，把这边侧边锁扣掰上来。